先要寻求天国和他的义德，一切需求天父全知晓。天父既把圣子赐给我们，还会有什么？而他天和高山上的花儿，从来也不放置或劳作。他在清晨清欢醒，又在白日披华服。难道你们不更贵重？寻求天国和他的义德，一切需求天父全知晓。天父既把圣子赐给我们，还会有什么？而他天和草原上的鸟儿，从来也不播种或收割。它在飞翔时保护，又俯听所有需求。难道你们不更贵重？先要寻求天国和他的义德，一切需求天父全知晓。天父既把圣子赐给我们，还会有什么？而他寻求天国和他的义德，一切需求天父全知晓。天父既把圣子赐给我们，还会有什么？而他